王嘉欣，你喺边度啊？我喺度啊！其实咧，我中意咗一个女仔，佢叫王嘉欣啊，但我同佢失去咗联络，于是我喺电话簿入边揾所有姓王嘅人。请问王嘉欣喺唔喺度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打错。唔好意思啊，打错。咁唔好意思啊，打错。你傻嘅咩？揸住本电话簿逐个打。你谂住揾佢揾到几时啊？直到揾到佢为止。乜佢对你真系咁重要咩？我想问王嘉欣喺唔喺度啊？冇咗啦喎！阿欣系你边个嚟噶？系朋友嚟噶。朋友冇电话咩？走啊！王嘉欣。王嘉欣。Yeah！ 你单 case 咧，咩线索都冇，真系唔易揾。就算俾你揾到佢啦，都唔代表佢会中意你噶。尽过力而失败，系唔会后悔嘅。不明白你想什麼，是都要找回那個，你覺得好型嗎？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有多失望？現在你找不到他跟我有關係嗎？你根本就不想我找到他，你就開心了。我不想你失望而已。你又可以找個女仔？你不用再理我了，我可以的。我一定找到他的，我從頭再找過他，我可以從頭找過他。如果俾你揾到佢，你会唔会唔记得咗我噶？